这个视频是根据 JLPT 的出题基准来制作的哦。看完整个系列的视频，大家肯定可以及格的。回，一回，二回，三回。多少回？回，一回，二回，三回。回，一回。二階、三階。多少層樓？階。一階、二階、三階。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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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外国人。外国人。会社、公司、会社、階段、台阶、階段、買い物、購物、買東西、買い物、顔。脸顔鍵钥匙鍵学生学生学生是指大学生学生ヶ月一ヶ月二ヶ月三ヶ月月份ヶ月一ヶ月二ヶ月三ヶ月傘伞傘風風風風感冒風邪家族家人大家族家族カタカナ片假名カタカナ学校学校学校カップ杯子カップ家庭家庭家庭角角拐弯的地方角カバン皮包カバンカビン花瓶カビン紙紙紙カメラ照相機カメラ火曜日星期二火曜日体身体体カレーガーリカレーカレンダー日历カレンダー川河流川漢字
汉字。漢字。